看看保利有什么？我保利可能没什么，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女孩。眼线胶笔，有还有一个镜子，还有个镜子，还有什么？还有，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吸油纸，然后我是一个，然后我这个纸还拿来装发票。因为最近打车很多，我也想，所以拿来专门装发票。如果你觉得它丑，那你把它放在里面也行。那不卫生，还是放在外面？你可以放在底层。下一个，下一个不想看发票。下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唇膏，来自谁呢？来自我亲爱的木头姐，她给了我好多个，我在这里面觉得这个最好用。这是欧莱雅的316。对，好，下一个，下一个，都不给我讲完。还有一个充电线，充电线。这个里面第二个、还有耳机、我有点乱。然后这个是我的隐形眼镜，你还戴隐形眼镜？几度的？200左右，250好像是。好，然后这个是我要吃的药。你要吃什么药啊？我妈给我买的，她说要那个维生素吗？对，补一期的，咋期咋。这个盒子是哪来的？这个盒子是有一个之前那个贴双眼皮的那个。因为我只有这个，因为买药盒还要专门买，我还要等好。下一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的卡呀，我的所有卡。哦，好吧。这个呢？这个里面发票今天打车。最近打很多车。然后最后一个是夹子，就是你可以。你这个很可爱。对，就可以随意搭配，然后你就。你夹你也不用啊，但是。没有，我还没来得及用，因为今天早上戴了帽子嘛，就没有用。好吧，还有帽子。对，我还戴了一个帽子。没了。好吧，我可是个非常简单的女孩。我们现在在香港吃第一餐，然后是在翠华餐厅，然后我的这个呢是麻辣抄手，麻辣海鲜抄手。傻子的是麻辣鸡嫩鸡米线吗？对。芷若的是还没有，弹上去还腥，但是就是很少，只有1、2、3、4、5、6、7、8个。给我一勺。我看看你的碗。这上面是什么？嫩鸡是吧？嫩鸡。我不要嫩鸡。我要给你。这节的是什么呀？那是黑松露、秋葵、滑蛋饭。你起来还是个奇妙的组合呢。它就差一点盐。我觉得挺好的。就只有两勺太重。要不要辣椒？这里有辣椒。给我个秋葵，谁让你吃了？我想吃一个你的滑蛋。你吃。我好多滑蛋。但他花上不是住啊，是吧？就是他这个味道进去了。我不我减肥了。我估计你切到这一天吃完了，还没切完。再加钱会有效一点。两个俺切了，好厉害！他这刀一点都不好使。人家本来就刀很好切，切肉不好切。啥子小肉松，来吧。你吃那个有猪扒的吧，我等会儿把那个面包吃了，我觉得面包比猪扒好吃。我们到了湾仔，我们到了湾仔。我看到了，你当欣赏作品。我喜欢那个项链。你喜欢这个项链？你不喜欢吗？我不喜欢。Happy birthday。这个很可爱。这个项链很贵，买一个送给傻子的。不要，太幼稚了。小脸不幼稚是不是？把我的心里头大便。服装穿。这个很可爱。像狮子。它是狮子，你打开看。
人家吃的你也能单开，人家有开过。好有趣哦，怎么这么有趣啊？就是一块巧克力嘛。这个看上去很苦的，还很可爱，可能有不同的味道。我想买那种哈利波特四个汤，有可能吃到鼻屎的那种。那找一找。不是，有这个不是是吗？肯定不是那儿。不是，它就是长得跟这个一样。好吧。好多人啊。超多。比我好。想去逛逛吗？衣服。对啊。哇，好乱。哦，好看。那是你的鞋鞋。你会喜欢。这个毛衣很好看。好小，好乖。我买的衣服好好看。没事，你先拍。等有人拦我再说吧。好怕，因为国内的不可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朱古力夹心面包。天哪，这些拍出来好好看啊！什么？我们拍了呀，拍了。就是抽块抽块的。人家那里抽了，只有可爱没有抽。太可爱了。这个人好小。嗯。还有蓝色的龙猫呢，是哦。天哪，这个小方巾好可爱哟、哦！这是什么呀？拼图，想买拼图。天，这个拼图它很特别的，这个颜色。透明的。我的妈！这个手被摔断了啊、哦！这是个小醋倒醋的，我的天！哇，超级可爱，小宝宝。我的天！拍出来好好看哦。有种通往天堂的感觉。蝙蝠侠。这个太酷了吧！太酷了，我的天！你看这个楼里面还有人坐着吃饭，是，还有我们坐的电梯。哦，这个就是这栋楼外面的样子吧？这个应该就是朗豪坊，我觉得。这栋楼叫朗豪坊。对，我觉得这家店比伦敦的那家店还要酷。真的吗？他拼这个得多少？好酷啊！哎，这位小姐可以做一下采访吗？不好意思，我很聪明。哇，这很多水耶！哇，这是真的水哦。你好左。好神奇，大家来看我手指。哦。可以弹出水来。天花板还是渐变色呢。模拟天空的样子。好厉害，它只是一个螺旋。底下的人好小，你看这边，侧边，可以看到外面。对，好酷哦，朗豪坊。Very cool, very cool。逆光也清晰，我的天，太可爱了，我喜欢。我也喜欢。等他先帮我看一眼。150。再见。看到网上买这个。哦，怎么笑啊？怎么玩？就是打游戏。
的那种贪吃蛇之类的，就是它里面会有屏幕亮。你说便便便便帽，我头发有点太大。这一节你找到了你命中注定的双肩包，那个那个但是你想不想留言？刚刚你这样是很想的。啊，这个猫猫好可爱哟、哦！这个猫猫真的可爱。哦，但是我带有点大，有点小。帽子的魅力，帽子除了是 fashion， 也是脸带的 protection。好押韵。我好喜欢你，好像。这是前晕前熏里的竹。去北什么？那我一直想。不要排直一节了，它看起来真的很没气色。我们会不会在这里花钱呢？你干嘛去抚摸别人的头？你把人家的毛都捋乱了。我的妈呀，十八多出来是不是想要九八？这个小狗狗才九十八，二九八。那个是亚洲的，这个高露洁，搞笑死我了。但是都没有什么好买的，我真的没啥好买的。所以我就跟你说，心动了就一定要买。但是我觉得你会发现没什么好买。但是我觉得还挺好逛的。但是我觉得在莎莎我应该会买很多。你肯定会，因为莎莎好多那种开价。哇，好多人呐、啊！我的妈呀！又觉得不买就是哦，对不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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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太多人了，姐姐们。而且它的两边就尾前拉面。是一条街，但是没有小吃。是不是我们没找对？这家店感觉很多人呢，有没有感觉？有，而且两家都是它。那我们进去吃，好吃啊！好吃就行。你看，我就说吧，好吃。这是塔婆铁线，虽然说了白眼，鱼蛋很棒。就是很纯正的奶茶，估计他不喜欢，因为茶味很重。鱼蛋太好吃。我这个是什么呀？你这是我点的四楼招牌油炸汤。上面这一层是吃的三样，其实还是很沉默。没啥特别，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大家尝试。好吃，我也想蘸一点，蘸一点这个汤。没有，没吃牛肉。我的发卡只有一条线。这边。我们现在是在哪里来着 ？The One， 一个商场里面，然后这是他们的万圣节 Halloween 主题 ，So many people， go go go， 沙子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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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沙子快进入镜头。逛完吧。我刚刚去娇韵诗买了一个给我爸的套装。你可能要失望。打鼓是什么意思来着？鼓打鼓。一整天吗？鼓全部全都吧。全都吗？Our French is very bad. Do that. We should be honest. We shouldn't show off. We can't
can show off our English. Our English is very accenty. Just like our Chinese. 我先澄清一下，我们是故意这样说话的，不要有人到时候给我在那里留言说你们的英语说的好恶心。我今天都没有这么拍我自己。你多拍，要不然录不出来。明天嘛，明天我们多拍一点自己 ，OK。咱们孩子 will be shaking。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准备来给大家就是拍一个 room tour， 就是我们的酒店房间。嗯，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们的酒店名字叫做木棉花，然后这个是房间门，进来以后呢是一面镜子，全身镜，非常的大。然后呢这边是洗手间，就很小但是很干净，镜子、洗手池，然后这边是洗澡的地方。然后这里呢是傻子旁边呢是一个小书桌，然后这边是一张双人床，然后呢这边是芷若，旁边是厨房，有个小厨房，然后底下有冰箱，有电磁炉，有烧水的，然后有洗漱的，我们可以甚至有个人在这里洗漱。然后这有个小茶几，然后这是个沙发，底下呢是香港的城景，我们订的是个城景房，然后还不错吧，我觉得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在湾仔附近。现在已经十点半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洗睡了。那你在香港，我说只有广场舞抖很好看，你也看不起吗？是。好难过，不然我秃头捂得忧，我的头又怎么？我怎么是刀盘？是你头发怎么烫着的？然后这么刘海都是油条。我这边也是。